红盖头里面有你所有秘密的证据。上四集，三月三。红盖头的秘密交缠两代人的恩怨。找不到红盖头，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嫂子，她一定有什么秘密捏在了古瑶的手里，想动我，她是还没这个本事。顾齐芳，你到底要做什么呢？家族的纷争牵扯着巨大的利益。从今天起，公司历年的财务报表可以直接交给邓总监。普法栏目剧十集迷你剧集《秀豆花》第四集正在播出。一纸婚书，牵出尘封的秘密。将来这个红盖头是你立身保命的东西。他就是婚书上写的邹兰秀。他怎么回来了？一块红布揭开人心面具。野种就是野种，永远也变不成凤凰。我死都不要当人家爱情的第三者。谁是第三者？我女儿是凤凰，是凤凰，不是第三者。爱恨情仇，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秘密吗？谎言争斗，你究竟说什么？见死不救，自遭报应。你帮我把这墓给挖开。两代人的恩怨是阴谋还是命运的捉弄？不知道，什么人都在利用我。我要宣布一个伤风败俗、悖逆人伦的惊天秘密。普法栏目剧新年巨制十集迷你剧集秀豆花。待我儿水清成人，即娶邹家女儿来秀为妻，金赠婚书一张和顾家传家宝金丝红盖头为凭据。没有这红盖头，我闺女啊不嫁了。二十多年了，我顾玉瑶终于回来讨债了。那首诗怎么说来着？山岚翠微风，春深梅岭东。顾定邦死了也不让我安生。一天之内必须给我把女儿找回来，否则的话我就给你来个彻底清算。我的儿子顾水清在一个月之内和邹来秀完婚。我不要！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到底捏着顾家的什么秘密？这里边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事。这红盖头啊，不但关系到你的未来，联系到整个顾家的命运。你来了。今天是中元节。以前鼎芳在的时候，我们是经常在这里放河灯的。我过的都不记得这个日子了。你看现在，鼎芳走了，我们也老了，不是吗？是老了。可是以前的那些事情却好像刚刚才发生过。我都不记得给放的样子了。他临走的时候还念叨着你和你的那个女儿呢。算他还有良心。顾玉瑶，我是上辈子欠你的吗？你现在来讨债，自从我嫁进顾家，你就阴魂不散地在我的生活里，先是抢走我的丈夫，你现在又带着女儿，还要抢走我的儿子吗？你错了，我从来没有抢走你的丈夫过，
而是你当年夺走了我的爱人顾鼎芳。和我结婚的时候，他的心里还爱着别人，你说谁是受害者？我才是那个受害者。笑话，你又成受害者。二十多，你知道吗？我带着来秀四处流浪，不是拜你所赐吗？你倒好，顾鼎芳刚一死，你就每个月给周新贵寄钱，供他赌博，供他喝酒，让他死死看着我们母女俩。你不就是怕我们回到二泉市吗？你，没错，是我，我就是不能让你们回到二泉市，所以你遭报应啊。我的女儿，最终还是要回来，嫁给你的儿子，然后占有你们顾家的产业。你想的也太美了吧，你这个结局也为时太早了。顾玉瑶，你算尽心机让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你不想一想，这不就是步我的后尘吗？她嫁给一个不爱她的男人，她会幸福吗？你再请，你最好给我识相点，我没有把你和你的儿子踢出局，就已经是对你们母子俩手下留情了。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秘密吗？哎，那首诗怎么说来着？山岚翠微风，春深梅林东，碧水鹤方沉，天青上四中。你也太可笑了吧，我怎么会知道这首诗呢？你用一首莫名其妙的诗，你是想威胁我吗？你也太幼稚了吧，我知道的当然不止这首诗，红盖头里面有你所有秘密的证据。李赞琪，你最好祈祷顾鼎芳在天之灵保佑来秀和水清恩恩爱爱早生贵子，以确保你在顾家的位置。这二泉河的水还是跟以前一样阴冷阴冷的。你到底知道什么？把话说明白。上巳节三月三，三月三，你知道什么？你快告诉我！你冷静点！你快告诉我说，顾太太，你冷静点！你难道连你宝贝儿子的生日你都忘了？上巳节，三月三，生日。顾玉瑶，你究竟知道什么？你快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你说，放开，放开我！顾太太，救我！玉瑶，快抓住我的手！救我呀！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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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我呀！救我呀！上巳节，三月三，生日。
瑶落水了。我知道了，我们马上过来。妈，妈，你不能丢下我，你答应过我的。妈，熊很乖的，熊都听你话。妈，雕哥，你去买块上好的墓地，把他的骨灰安葬好。好的，知道了。熊，你一天没吃东西了，吃点东西吧。水清，你干嘛呢？丧事中还有很多事要办呢，走吧。谁跟你一起玩啊，麻子里走。你说谁呢，说谁呢，一群没教养的孩子。你家秀最漂亮了，来，妈陪你玩啊。哎，来看看，看看我女儿戴这红盖头可真漂亮。妈，我穿了你最想看的你给我做的衣服，你再看我一眼吧。妈，把这些大红的灯笼都给我撤下去，这么土看着就心烦。另外，通知婚礼的来宾，新娘的母亲病逝，婚礼无限期推迟。好，我马上去办。董事长，一死啊，这件事儿就消停了。哎，这消停什么呀，古玉瑶虽然死了，可是红盖头还是没有到我的手里啊，我这心里面啊还是不踏实。哎，西梅，你怎么来了？哦，我听说来去他妈妈出事儿了，所以我来看看。还是你懂事儿啊。来秀啊，在房间守夜呢，你快去吧。我看看就走。
七梅这孩子啊，真是不错，通情达理，做事啊总是那么圆融。嗯，是挺圆融的。但我总觉得这姑娘不简单，不像是个省油的灯啊。吃点吧。我吃不下。你这样不吃不喝的，你妈在天之灵也不会心安啊。我对不起她，以前她在的时候我总是惹她生气，现在她不在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保护我了。怎么会呢？你还有水清，还有我，我们都会保护你的。对啊，来秀，我们都是朋友。现在来秀正是需要人安慰的时候，没事儿你就多陪陪他啊。你总是关心别人，你怎么样了？我早就没事儿了。好了，我先走了啊。那你小心啊。嗯。现在古月咬死，你不会还惦记着邹来秀吧？是我的就是我，顾水清，你跑不掉。来秀啊，你这么晚了还没睡呀？没有呢，李阿姨。哦，你坐吧。你妈妈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都感到很意外。可是人已经走了，来秀啊，你也就别太难过了。哦，对了，那个红盖头是在你这儿吧？这红盖头妈今天就交给你，这可是你以后立身保命的东西，不但关系到你的未来，还联系到整个顾家的命运。哎呀，这个红盖头啊可是我们顾家的传家宝啊，你要还给我。李阿姨，红盖头一直都是我妈保管着，她不在我这儿。不在你这儿？那就奇怪了，也不在她的房间呀。您翻过我妈东西了？啊，这是按照当地的习俗，你妈出殡总要烧一烧衣服的呀。我就和刘姐啊去找了几件。来秀，你可得跟我说实话，红盖头在不在你这儿？李阿姨，我妈的事儿劳您费心了，不过我今天也真的累了。那好吧，你也休息吧。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你最好想清楚，做我们顾家的媳妇儿是要听话的。
的时候，好像在说什么红盖头。其实红盖头，红盖头是妈。回想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李赞晴能答应来秀的婚事儿，这事本身就挺蹊跷的。怎么说？我告诉你啊，古玉瑶搅黄水星订婚宴的当晚，我嫂子给了我50000块钱，让我去交换古玉瑶手里的红盖头。古玉瑶，她提到了梅林桥。你把这个带回去，顺便问问你们家大嫂，他们娘家是不是有个叫梅林桥的地方？梅林桥？他跟你提起梅林桥了？是啊，我也觉得挺奇怪的，他怎么突然想起会问这个？梅林桥？我当什么呢？那不就是你大嫂的娘家吗？这有什么呢？不对，我嫂子她一定有什么秘密捏在了古瑶的手里，而这个秘密一定跟梅林桥有关。那你说会是什么秘密呢？我也不知道。为了更接近这个秘密，我答应帮助古玉瑶召集顾家的所有亲族好友。好，时间到了，并催促他赶紧说出来。刚才的话没说完呢，到底什么事儿？可是遗憾的是，他还没有说完，李赞琴就急忙制止他。古玉瑶，你不许胡说八道。要不是后来邹来秀出现，妈，说不定还真能爆出些事情来。这一切的一切可以证明，古玉瑶这次回来绝不仅仅是逼婚那么简单。可她现在已经不在了，从她这儿我已经没法查出个究竟了。所以明天啊，你跟我一块儿去找一下邹来秀，说不定能从这个傻丫头那儿得到些什么线索。来，顾总，加个点心。嗯。啊，刘姐，你就叫来秀过来吃饭吧。哎，好。嗯。哎呀，现在市里都在传你大嫂大仁大义，不但把情敌的女儿迎进门，而且还厚葬了情敌。哎，你说这古玉瑶死了，你大嫂还能让水清和来秀结婚吗？这市里可都在议论这事儿呢。这事儿还真不好说，吃你的饭吧，操闲心。顾总，顾总，来秀不见了，我到处找没找到。妈，我带你离开顾家，我们自由自在的生活。白秀，我来看看你。二叔，您进。
我可找着你了。你说你走的时候怎么也不说一声啊？你看把我们急的。我是不想再给你们添麻烦了，二叔。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白秀，你虽然不是我们顾家的儿媳妇，但是我跟你妈毕竟从前都是从一个镇子出来的，那还是有些交情的呀。是这样，白秀，有些事儿啊，我觉得我还是跟你交代一下比较好。你妈生前跟我提到过梅林村，你们家在那个地方，是不是还有什么认识的人，或者是未了的事儿啊？梅林村。对，他以前跟你提到过这个地方吗？比如说梅林桥什么的。梅林桥。对。二叔，您问这个干什么呀？我就是看呀，能不能帮你妈妈完成一些她什么未了的心愿什么的。毕竟相识一场嘛。梅林桥，我妈生前跟我提过。送壶热水。老板，我这里有了，不需要了。这你是老房客了吗？给你送壶热水，哎，正常。谢谢，我真的不需要了，您给别人吧。这不要了啊。梅林桥。不是说了不需要热水吗？你，来秀啊，你果真是在这儿啊？哟，嫂子。齐芳。嫂子。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啊，我跟您一样，也是来看看来秀，关心关心他。看样子你早就知道邹来秀在这儿啊，也不和我说一声，害得我到处找他呀。我哪早知道呀，我也是刚到，正准备给您打电话呢。来秀啊，你也是的，离开顾家也不和我打个招呼，要是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是虐待你呢，你说是不是啊，齐芳？啊，对对对，来秀啊，你以后出门啊，还是得跟长辈们说一声，不然大家都担心你。李阿姨，没和您道别是我的不对，和水清结婚这件事儿都是我妈的主意，现在她人也走了，这件事儿也该结束了。来秀啊，你也先坐吧。你能这么想也是好事儿，毕竟啊，婚姻大事我也不能勉强你。哦，对了，我约了环球旅行社的贾总谈事儿呢，时间都快到了，要不你先去应酬应酬。行啊。来秀，你在二泉这段日子里如果有什么需求，尽管跟我说，千万不要客气。谢谢二叔。那行，嫂子，那我先过去了。
好，你快去吧。白秀啊，你妈妈出殡，我又是设灵堂，又是买墓地，这出钱出力，可是没少花力气啊。让您费心了，李阿姨。我来你这儿呢，也不是要听好听的话的。现在呀，阿姨有件事情想找你帮忙。只要我能做得到，您尽管说。那我就明人不说暗话了。那顶红盖头在你这儿吧？那顶红盖头可是我们顾家的传家之物啊，要是在你这儿，那你就要还给我呀。红盖头不在我这儿。不在你这儿？我不相信。您干什么呀？我找找呀。您这是干什么呀？你让我搜搜。注意您的身份。邹来秀，我可告诉你，我想要的东西一定会得到的。找不到红盖头，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居然放不下他的身价，亲自去找邹来秀，而且还提到了红盖头，可见这个红盖头里面一定藏着一个惊天的大秘密。那我就明人不说暗话了，那顶红盖头在你这儿吧。相信你爱您干什么？你让我搜搜。注意您的身份。我可告诉你，我想要的东西一定会得到的。找不到红盖头，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现在虽然还摸不准李赞琴的底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最大的那张牌一定是在邹来秀的身上。不是说了不需要热水吗？白秀，你果真在这儿啊？哟，嫂子，顾齐芳，你去找邹来秀，到底要做什么呢？西梅这孩子，让你们多费心了。哪里哪里，我很喜欢这孩子。西梅，你看谁来了？阿姨，您怎么来了呀？西梅啊，我是来给你送聘书的。聘书？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在大学学的是财会吧？是啊。我正式聘请你出任顾氏集团的财务总监。
财务总监。董事长，都找遍了，没找着啊！你说什么？什么也没找到，真是废物。放心吧，妈，虽然我不知道这红盖头到底有什么用，但我绝不会让它落入别人的手里。西梅，李青，你怎么在这儿啊？过去买点东西。好。对了，我妈请你做集团财务总监的事儿，你考虑怎么样？我还没考虑好。省城有家公司让我去面试，待遇还不错。其实我挺希望你能来公司的，你来了可以帮我。你认真的吗？认真的。顾副总好。董事长让我接手的这摊活，看来不是什么美差啊。财务的事儿要是涉及到水晶的二叔，这些信息我是汇报呢，还是不汇报呢？
我怎么汇报呢？进来，西美阿姨。哦，董事长，这是今天的财务统计报告。很好。怎么样，西美，在公司工作还适应吧？嗯，我现在的工作和我所学的专业对口，目前来说还算顺利。嗯，只是有什么困难吗？倒也没什么困难，只是西美啊，你觉得阿姨对你怎么样啊？董事长，要不是您拿我的今天啊。那有什么话不能跟我说呢？只是什么呀？只是我对酒店的应收账款有点看法。这种赊账交易表面上是提高了利润，但是它的现金流量表却没有大量的现金流入。就目前来看，公司的财务是由水星的二叔掌管。我觉得你的意思是说顾总经理有财务问题，你有什么确实的证据吗？单从这些账单上来看，没有。我所看到的账目都是由顾总经理亲自批示过的。喂，是于秘书吗？我跟你说，从今天起，公司的财务报表可以直接交给邓总监，不需要经过顾总经理的同意了。对，就这么做。西美啊，你可不要辜负阿姨的一片心意啊。谢谢李阿姨，您放心。那你先去吧。对于掉下石桥的古玉瑶，李赞琴作为当时唯一能救古玉瑶的人却没有施救，眼看着古玉瑶死亡的行为属于不作为故意杀人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李赞琴指使秘书强行搜查红盖头的行为，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0条，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所谓人心沉浮，世事难料，母亲的突然离世让来秀看透了人心，也让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已经和这个大家族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隐藏在红盖头里的那个秘密俨然成了顾氏家族风光外表下的一颗定时炸弹，也把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推向了漩涡之中。那么带着秘密的红盖头究竟会落到谁的手里？每个人的命运又会何去何从呢？为什么这么做？你缺钱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你有钱吗？原来我在你眼里什么都不是。你给我记住，你不会再有机会伤害到我。我这个副总经理说的一切都是放屁是吗？这顾氏集团是我的，我不能让它被别人夺走。董事长，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是顾总近年来经手的账目。公司的账目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麒麟日贸商行就有问题。你想秋山证明，我就不信你懂。